客气，谢谢谢谢谢谢。这作者怎么这么帅啊？我的天！啊，骇客他的定位算是在守护者，但是他你要进攻的话也是可以。那他的你可以大家可以点一下那个职业书哦，看一下那个职业详细内容。他的骇客是他可以骇入核心，我方或敌方的。那骇入之后，你一定要在附近才可以骇入，要在15格之内。然后骇入会持续在那里，是不是？不用骇入就好了。哦，只要在那里，然后骇成功，然后就会骇成功就好。对，然后就会有30秒的时间。如果是我方的话，会有 50% 的几率不会受伤害。也就是说，有人正在挖的时候，你按下这个技能，对，他会有一半的几率会直接就是挡掉伤害。哦，如果是敌方核心的话，如果骇进去，然后在这个期间只要被攻击一下，就会再加一的伤害。这个很猛哎、欸，这个真的很强哎、欸，害对方我觉得超狂。对，然后这个特色呢啊是100%啦，在家里赎罪核心的话有100%几率获得铁锭，这个是没写好哦，所以他只要宰就可以获得铁宰，也很方便，也可以守家。但是他的缺点就是他不能喝药水，他喝药水会直接立即死亡。哇哦，如果是丢纸药水呢？哦，丢纸可以，但是不能自己喝哦。对，哦，所以丢纸药水。所以不能害他啊！不行不行不行！你是说你是那个拿药水丢他？你再过来，我拿药水丢你哦！你再过来，我丢你哦！防范的啊，拿来防范。第二个神射手，神射手的话，就是他有点像是机关枪的那种神射手。对，机关枪好。他的预设的道具就有一个分裂剑士。然后刚刚那个骇客的话，他只有单纯的木棍，他就只是木棍。好嘿，那个变成封神，这个分裂剑士的话，它是跟我们的游侠不太一样，游侠是贯穿啊，那个是分裂剑士。嗯，那这个在他使用技能之后呢，会消耗5支剑士，直接在后台这样子。那你可以自动，或自动使用完之后，会在你下面会显示说你，现在目前有库存有5支，你只要你的那个手上拿的是没有填装的弩的话，它会自动帮你填装。哦，瞬间填充啊，等于说就是等于是机关枪的意思，但你就只有五发完之后才会计算冷却。可以连射5发的意思。对，然后它跟游侠的差别就是，游侠每阶段都给你免费剑士，但神射手只有第一阶段一开始给你50支，后面没有了。哦，就剩下他自己去买这样子。对，然后这只神射手也强是强在它射完之后，射完可以获得跑速2秒，就是那个跑速射完吗？没有，就是每一次发射哦，每一次发射，哇，每一次发射，所以你就可以射，然后跑啊跑到没了再射，对，然后再跑跑跑跑跑。哦，但是相反的，他只要受伤就会缓速2。哦 ，OK， 哦，那你受伤的时候就射，刚好抵消护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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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一样头部会绑定一个帽子，皮革帽，一样就代表游侠的意思，这样子。OK， 好，很酷哎，感觉这个。第三个淘金者，淘金者一样就是算是矿工的另一种矿工的职业。嗯，然后这一支的话比较特别，是他的经济能力获得的精神力会比较高一点，他使用技能会获得幸运3的效果。那我讲一下，幸运1是 30%， 3的话是 90%。嗯嗯，也就是说你用下技能的话，你 90% 的几率一定会获得2倍的矿物。哇哦，90%。冷却60秒，然后效果15秒，也就是它通常会在15秒用完之后，冷却45秒，又可以再用一次15秒这样子。哦，这很爽哎，蛮强的。哦，那基本上它的矿物应该就会非常大量这样子，而且它附近的10格的队友，只要在它挖矿的时候，都会有25%的几率获得该矿物。哦，是队友保护它，对对，也可以有机会获得矿。就假如说淘金者想去挖钻石，有没有？赶快号召大家一起过去。你说在旁边，全部的人，每一个人都25%，谁没拿到谁就衰。是判定在那个淘金者身上，他25%过，每个人都有；25%没过，每个人都没有。这有点猛，要嘛全部都没有，要嘛有点猛。哎，九龙都很强，那很强哎。对，还是蛮强的。那一样跟矿工是死了必掉矿物哦，对，他会必喷矿物，他跟你的我们这边书本条的设定无关，他死掉一定会喷。嗯嗯对，这样子了解，感觉很狂哦。我们今天就规定啊，禁止矿工，你要当矿工就要当淘金者，耶！哇哦，让新职业有机会秀一下。好，好，嗯，那我们九个人，我再加一个小帮手跟我。
好，五打五，小帮手。任务的话多了，将近多了三分之一，原本二十八种，原本二十八种任务就多了，现在变四十，哇，四十种哇，哇，那没有什么什么八点六生日快乐了吧？没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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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害怕，很害怕，很害怕哦，很害怕哦，你要害怕吗？你就最开心的，对。那小雨就最开心了，超爽的，就来随机咯。好，让小帮手跟我，谁没有？哦，没有，哎，没有，他还有小帮手那个，小帮手我被随下来嘞，随不下来，没有，没有语音，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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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雨君被传下来，为什么？为什么啊？我们还在上面什么？啊，你们刚好死掉过吗？还是没有啊？哎啊，有啦，八点六的时候啦，八点六，我们两个8.6死掉了，传上来了，共通点就是8.6，8.6，对，来哦，各自分开来选喽。好，你们是不是又下去了？对，我们会一直在下面。没关系，开始之后应该就没事了。好，有事再说，那就直接在这里选职业吧。行，我要当骇客，我要耍废。我是挖矿工。可恶！你去别的，你可以当新职业神射手。那我要神射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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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蹲在家里获得铁矿，我一直挖矿。哎，那家铁矿就给你赚了，后期。哦，可以啊，我就一直蹲着啊。对啊，后期给你赚了啊，我就挖别的就。哦，感觉他机会一直来乱。我也觉得他应该一直会来乱。嗯，看就不像是在家里面的骇客。对，他应该就是会出来骇，然后挖核心会加一加一加一这样。对，然后我就直接挡他的骇客。对。挡爆他。可是哎，那其实我觉得进攻是100%加一，然后防守只有50%会抵消，这样感觉好像进攻真的比较强。对啊，就是、比较实用啊。嗯，如果说他进攻也是有趴数的话，感觉好像会就变成是刚刚好，会比较拉平衡一点啊。嗯，没关系啊，等一下看看哦，搞不好最后就发现那个50%超常出现，50%跟100%一样。对啊，挖了10下，只挖中一下而已。哎、这样几率很低耶，如果10下只中一下的话。对啊，真的。孤狼，再来看看。孤狼，繁星选好了。他啦，没有、啊，我说你选好了吗？我不用选啊，预设、哦，所以你也是突袭。好，对啊，好，那就可以啦。都好了就好了。OK，OK，OK，OK。这孤狼是加血量吧？我跟你没无敌吧？这样我没有守护者。改血量的，我记得改血量嘛？对，改了，对，差点忘了，差点忘记啦！我还停留在旧版本啊，我要去挖矿。等下他给我个木棒跟木剑，这是两个都有的。木棒是你的道具啊？木棒是道具啊，然后木剑是本来就大家人每个都有啊。对，好，那我们大家一起去铁洞整团团啊。好啊，那个书柜麻烦你们哈，不能在这边使用。哦，等一下，我都忘记这边要那个呢，要我有木头啊。哦，你有了。对啊，来，好，谢谢哈。哎呦，他这个挖矿速度其实蛮快的，25%嘞，有吗？你们有吗？嗯，有，有了哈。啊！快挖，快挖！我刚刚没看到，我刚刚在看别的东西。快挖！在看什么？在看什么？你快挖！哇！这里啦！哎，我现在用看25趴。哎，有人去挖我们的那个吗？附魔台在我身上，但是书柜没有哦。跟你们说一下。好，书柜要麻烦你们了。我去做，我去把。我来了。我要先有合成台。我怎么觉得他这个铁矿幸运效果有跟没有一样？几率有点低啊！我太废了吗？可恶！我刚在那边只有2次。好啦，3次了。哦，你3次哦。嗯，我忘了。好，那我先自己做一套自保。哦，早讲嘛，那我就选那个啦。哪个？叫什么？
姐姐啊，我也站着就发呆不做事啦。大家一起站着。对啊，我们就是一个超级防守阵，然后那个进攻者很少的概念。真的，大家都不想动，直接都就是定在原地。对。他都在这个铁洞。铁矿快点啊，铁矿石很慢。铁矿石快点。他稿子是挖比较快。哎、欸，对，我之前。我觉得他的对他的稿子看起来比矿工挖起来快，他效率有吗？嗯，对啊，差很多。你要去挖核心看看好了。可是我扒光、欸、我们的核心啊。哦，那你那只稿子，哎、欸，这样会挡50%吗？哎哎、欸欸，搞不好一挖，哎、欸欸、哦，没事啊，没事啊，好像没办法。没有啊，你因为他毕竟是实稿啊，效率五其实速度也不会到多快，因为他进去好像会有挖掘缓速啊。嗯不是啊，是那个地狱、oh. 那个吧？中介石，中介石太那个。对啊，这也没办法。TNT 被拿走了啊！没有他们要来，他要来炸我们了。我要去木，哎、欸，等下你们铁还不够吗？对，小帮手，这里。我想说，我要拿个木头的梭。那我自己的铁自己赚。我给你。好，感谢。你走了，我走了，你走。所以隐约那边现在多少铁了？我自己有7个铁了。哦，好，没关系，我自己的铁我自己来。所以我不用帮你挖你的铁哈。不用不用不用。蹲着追我铁。那我等一下就直接去挖黄金跟绿宝石了。好，好，快升铁。其实孤狼站在中间呢，孤狼在中间冲啥？的凶巴巴，我每次哎呦他好凶哦，好凶啊，好凶凶哦，啊你死了，我们家有人呢，有一个孤狼，对孤狼跑过来，他想要弄我嘛，可是我们身上没有什么东西，那个？白痴，我以为是他来了。不不不，他刚在中间，好像还在门口吧？嗯。哦，在拿 TNT 那边。哦、oh~。很痛。孤狼痛歪。哎呦，不行，我去换个武器。超痛。那个，因为我要送铁过去啦。好。嘟嘟，我来了。哎、欸、哎、欸，你们都跑了哦。啊？没有啊，我要去找雨薇、啊。不是你们，不是你啦。有有，我刚出来，我刚去换武器。我要去哪？七个。哎、欸，我给你7个而已吗？没了，射完了5发。为什么？好虚弱哦。这是谁？巧克力吗？啊，波波。右臂哦，打哈。踢死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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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东西吸不起来。有了，要等一下。所以骇客也 是用木棒放技能？他不是没有，他不是有技能书吗？他有技能书、啊、是那木棒给我干嘛？就一般的木棒，就是一个木棒。对，你的职业道具，可是它只是一个木棒。没有错，我下不去、欸。你在哪里下不去？我在热气球。卡了 是？我刚好像重生的时候。我好像点要点那个吧，复活的时候他问我说要不要离开游戏啊？对，哈啊，然后我就卡在上面下不去了。哇！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啊！繁星被困在热气球啦！喂，他困在热气球上，他困在热气球上，我要被带走了。繁星吗？对，只有繁星。他刚刚死掉的时候有出现一个吗？哦，有有有有。哦，感谢。哎、欸，你死了？你复活了吗？我复活了。有了哈，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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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这个问题真奇怪，而且只有繁星才有，超奇怪。嗯。那个小雨，你有没有感受到你口袋突然重重的？我没有。啊！我的25%好烂，一定是我运气用光了。没有，我刚可能站比较远吧。因为我今天，哎、欸，昨天还今天抽个东西，
直接十连两个 SSR， 我的天哪，一定是这样的关系。完了，哎、欸，那我今天可能不行哦。我今天也是抽卡十连两张 SSR， 不同游戏啊，不同游戏啊。你是说你怎么抽吗？哎、欸，不是，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哪一个？你要那个、啊、那个，哎、欸，那个什么，那个美好世界。哇塞！这星矢不是今天出吗？我今天抽哇，你直接抽星矢哦！哎、可是星矢不是说这一次不用抽吗？其实还好，没有我抽一张那个。中间有人，你要跟我讲，哎、欸，中间三个哦，女骑士、哦、大人，哎、欸，想打架了，我们来了，我来了，打他，他是用天梯，打，知道，射他，他受伤会跑很慢，射他，有我射。死掉了！巧克力，他基本能喝药。来旁边。巧克力多，他想毒我、啊。哎呀，他想打我，想毒他不要！我跑完了，没有，我跑打死了。他说、欸：“你们为什么阻止我？那些箭矢很能射哎。”狙击狙击。好了，我找到了。中间那一点射不到吗？对呀、啊。麻烦你们再保护我喽。不好射。你有感受到口袋重重的吗？有，我一块钱。我只比较想听到你有绿宝石的选项、啊。绿宝石的选项吗？啊，没有，我还是只有一块钱。哎呦，完蛋了啦！完了。啊，不就好险，小雨你也没有选淘金者，不然其实小惨跟我差不多。哎、欸，搞不好两个加在一起就比较多啦。哎呦呦呦！我一个绿宝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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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赚了！来，给你！好爽哦！爽啊！这么爽啊！哎呀，这个职业就是要在3块钱跟观众玩的时候才要选啊！哦，真的多的时候，然后大家都待在黄金绿宝石中间，我觉得是需要一个结界。你觉得很多保镖？对，然后对，然后再加个结界师，我觉得等下观众场可以这样试试看，感觉还不错。对啊，可以试试，应该蛮强的。对，那个绿宝石一直拿。我来了吗？他射完五发了，射完了。哦，你在挖哦。你们如果需要帮忙打架，跟我说哈。好。没了。没路。退路。哎，我书放在这边，音乐。孤狼。好，放在底下吗？对。那音乐，我要不要先把附魔台给你啊？你找地方藏起来吧。哦，所以现在已经不流行放在核心上了。放在核心上太容易被处理掉了。哦，这些箭矢是假的哦。假的啊，那个分裂的箭矢。给你。巧克力绕左边。啊，小坏坏。快白天了哦，家里。看一下哦。看一下。我先陪你顾家吧。好。那哦，好，那我等一下自己藏。有没有隐形的啊？发光是几个绿宝石啊？我又忘了。三十。好，我去换。好，看起来没有直接冲过来的。看起来还是觉得有点怕。好像怕会害怕。哦，看起来他们家里至少三个了。现在看起来。啊、波波这次是选什么？我刚刚没有注意看。波波，睡、哦、啦，睡啦，他们都在家啦，开趴。来，我换牛排给你们吃哈。呵，肉，夹吧夹吧夹吧，夹吧啦。箱子哈，两个灵魂碎片。哦，你觉得生日完之后是不是老毛病一大堆啊？老毛病，他对什么意思？老毛病啊、是我本来以前就是眼睛就是好像会眼压过度吧。哦。啊，今天早上还没事，而下午坐在电脑桌马上出事。好可怕、哦！我开始很痛。嗯。就是会害怕，害怕。家里三个有病啊！太多人了吧？还是你来弄附魔，在铁矿洞这边。好，那你去跟那个影院拿书。书在楼下箱子，我还没拿。然后附魔台我放在那个里面了。对，
下箱子哎、欸、啊！我书还没有弄成书柜，你就用一下，我继续挖绿宝石。我要调一下他的声音，忽大忽小。好了，头上、哎、头上有人，头上不是头上箱子有没有看到？哦，白痴哦！吓死我！我想说他们有发光还敢过来。那、嗯、他土司喵在乱翻喽，然后头上、嗯、那个箱子，阿布阿布，直接转换速变。哦，他们是有游侠加那个。对，哦，波波是游侠吧？哦，波波是游侠吧？他的射出来只有一只啊。嗯。哎、欸，波波神射手，然后巧克力是孤狼嘛，然后哈基是骇客嘛。嗯。然后小帮手是小帮手才是游侠、哦，会死。会，快跑！有人来了。哦，没了，他们回去了。他们在干嘛？他们三人行哎、欸。他们在中间的桥啊，就一堆箭矢射过来。啊、三人行啊。差不多了。怎么还没有回去了？嗯，看到箭矢都要看一下可不可以捡。嗯。捡不起来。淘金淘起来！啊，不，不，有人来了。害怕，快过来啊！杀屁股，杀屁股！跑走了！哎呦，啊，淘金者感觉就是 CD 一好就马上用。对啊，我现在就是 CD 好，然后就是等绿宝石矿出了，就那个有来吗？害怕！哦，吓死人哦！害怕，真的是害怕哎、欸！射他一箭，然后就跑走。真的是要对绿宝石或是钻石用那个效果。哎、欸，左侧有人进来哦，有没有看到？有看到了，有。哎、嗯，中间两个来了。哎呦，羞！我对不起你们。来了，对大家，哎，全来进攻，四个都来了。来，哎、欸，核心来挖了，没事，太痛了。我在，爱坏，坏坏。他不是附了一些魔就那，哎、欸，你小心后面。没有啊。等一下，我被卡墙了。等等啊、哦！来，家里，下面，孤狼，孤狼没看到，我刚刚在看上面。我为什么一个啊？不行，我不能打孤狼，八七，我要走了。来，他又往里面走，冲三个位，他快死了，哎，他要补血了，跑走。啦啦啦。两滴血，啊，好痛！啊，我没有武器，我武器刚死掉没？在我身上了。好。你可以来绿宝石矿洞这边。好，我等一下。哎呀，我这里怎么被卡住？哦，是我的。哎呦，我要死了！死了！哇。我是受伤就跑不掉了。他们好凶啊！我来了。嗨。嗨。哎，我吸啊，不对，我吸起来就会不见。我跟你鞋子。哦，好，没关系。鞋子。好。让你多个几率被喷掉了。多个几率喷掉。你东西放哪里？哦，对，对方怎样打开空的？刚反正放东西在那边。哎呀，天眼冰冷呐！哎呦，都天眼冷。
哎呀，反正我们就没有要超级进攻了。我们赶快把钟弄起来，然后最后靠杀人，有没有？好像可以、哦。不要挖了，就要赶快用附魔喽。真的赶快用附魔了。我们的希望就靠在土星喵身上。快点，这个叫声就是被攻击的，快点救他。波波走了。我看你脚下中了一箭。欸、他还用剧毒箭矢，哎，他也太奢侈了吧！哇哦，奢侈啊！哎、欸，我们家后面有了声音哦。有人哦，有声音，打草的声音，我看到了，哇，太神啦！哎、欸，救我！我才要中，我才要中毒箭哦！后院，后院，后院！哦，不能出去，我不能出去！有有，我在，我来了！啊哦，晚上了，擦擦一下，啊，没有弓啊！你要你要换啊？对，我要去换，我刚有拿铁了，可是我先去换。好走。我觉得土司喵是间谍。他刚才路过了那个敌人。路过没有打是不是？嗯，对，他刚路过了。哦不，真的、哦？真的、哦？真的、哦？没看到。哦不。有人在挖铁矿吗？我没有哦，没有。繁星，繁星要铁吗？我这里还有啊。没有啊，挖一下而已，做个铁斧。噔噔噔噔噔。好啦，我来去弄发亮的啦。你又有了、哦？又有了。这我讲淘金者真的很好赚，超好赚的。超快的。超夸张的，我真的觉得淘金者超扯。敲木。咚。一二三四五都在前面，好。那这样，这样允月可以去做一点，就是看要干嘛了。我就去把家里加工一下。嗯。啊哈呀，我的技能。噔噔噔。你附魔用好了没？我摆好了。好。好。我在看那个要换什么东西来附。就基本上就那个吧，装备先付一些，嗯，起码都有保一保二吧，然后之后再慢慢叠，然后五再就那个吧，感觉可以，哎、欸，你们那个神射手的弩有办法那个重，哎、欸、不对，重复好像很浪费，算了，重复什么？他们都不能再附上去了，对啊，分裂就只有分裂一而已啊，嗯，对啊，没有，我是想说，要不然你换几个，然后有一些磨掉换那个，我都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磨啦，不确定。不知道，要看看。之前可以磨掉，然后去副贯穿啊。哦，对啊。对吧？嗯，看什么个挖掘加速的效果？哎、欸，家里，哪里来了？我手里有马。哦，没有那个，他转职吧。哦、oh, ，有可能、欸。他们都来了，强制点名。哦耶！哎，回去喽。好险，差被砍死。对呢。然后怎么有一个？我在核心附近的关系吗？我没有被抓重生点嘞。应该是吧。哦，太近了就没被抓。嗯。等一下记一下，等一下跟他弟讲。哎、欸，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想打一波啊！他们就是想打一波哦，他们在挖钻石矿啦！哦不，哎，哦，他射箭其实蛮痛的。对啊。还在打？还没进来哦！还没。好。对不起，我不应该这么冲。我身上有矿物，那是全喷哦。对，他们都是远程的耶、哦，中毒箭，对吧、啊？他们很奢侈，他们很奢侈，而且感觉他们是不是有人用贯穿了？我刚刚用盾牌举着一个啊，他们有一个是游侠、啊，小帮手是、嗯、小帮手是、嗯哦。我要先退喽，不然我要死了。先退，中间需要支援呢、哦。我先放矿物吧。嗯，要攻进来，差不多了，差不
又来了。哎、欸，对了，箱子牛排你们记得拿。好，我来拿个牛排。牛排呀、啊！他们是不是跑去挖我们的矿啊？嗯，是。欸、是。杰克挖的钻石。对，他们在中间。哎、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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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真的不行了哦。你往回走。哎呦，他们三个在我们家门口。是的，没有错。走，杀死一个。哦，赎罪。有人冲，有人在我们家后面喽。巧克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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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克力。把阿玛打下来。B O B O。我扫阿玛那么可恶，他应该转职了啦。我觉得他转职，应该是转职。哎、欸，没有，我看 B O B O 才是游戏啊。是哦。对，小帮手是神射手。嗯，没有，因为他刚射的是毒箭啊，毒箭你那个分裂箭矢射出去不会都是那个、啊。有了，阿玛掉了。啊，我死了。没事，我的矿物还行啊，不对，不行，哎、欸，不行，不行，我以为这是自己人呢，不太行。我被没血了，没血了，没血了。我被真的是调成零，然后一直洗屏。可是你要拿血。调成零，你调成零。对。啊，身上剑士不止五只。我要去换我的那个了。职业道具。他们在挖我们的矿。对啊，巧克力。嗯，能帮忙射个两下。哎、欸，是这个吧？这个，有的。嘿，嘿，嘿！我要两个锭。哎、欸，直接两个锭。哎，不是三个。哎呦，好毒啊！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那个啦。嗯，绿宝石赚不多。中间赚手被挖了，三个人走进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哦，很痛，很痛，很痛。啊！哇！真的是疯狂射射射射射。对啊。那只要打到他就跑不掉了。怎么没人？可恶！因为我死掉了。有我死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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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掉了！死掉了！死掉了！他掉到底下去了！他掉到底下去了！哦，他在底下。我怕会从底下挖上来。我来了。这缓速效果怎么感觉没有很明显啊？缓速。哎呦！好，我没有一次死了啊！嗯，蹲下走，蹲下走吗？请在上面蹲下走有用吗？应该有吧？好像有在掉了，没看到下面还有一个人啊！我其实掉了，哇，跟他们家好快，他们应该有人疯狂在走，对他们疯狂在走。蹲着走，蹲着走，蹲着走，蹲着头，头十秒，蹲着二秒，我们反团。这蹲着走真的是很拖哎、欸！看一下效果是什么啊？哇塞，正面效果吗？哇，超多，有点难。啊，这时候有急爆那个啊，那个用金砖金锭去换那个爆速。哦，爆速的话就会很快，冲啊冲出去。对。是觉得我们好像来不及了，来不及，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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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站起来了，也放吧，去做事，也放吧，各位，做事喽。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我来拿一点铁。有人在家里吗？我没有。我听到我在捡东西的声音，是谁？这是谁？不是我们。
西瓦，帕姆西瓦。没事，我在后面跑。哦，好，刚到了，因为你说有声音啊，看一下。嗯，好，三个。啊，我要继续去绿宝石了。好的。嗯。因为你身上有铁吗？还是箱子里哦？我放箱子了。好，去拿。我要换个技能书，不然没办法用。你技能书是什么？箱子。技能就是可以增加幸运啊。哦。幸运的那个，就挖绿宝石会加比较多。哦。你放箱子。有吗？没有呢。头上的箱子吗？我看他头上箱子没有，没有头上没有箱子。那底下的嘞？没有没有没有，应该是刚好没了，没关系，我自己拿。我刚刚有放四十几颗，都没了。不知道跑去哪，我刚看箱子里是没有的，除非我又翻错了。又翻错？哎、欸，家里外面吗？啊咦、欸？我看，家里外面。等，我应该是看错吧？我不知道。看一下，因为我被你的现在没发光了吗？有啊，好像有一个有、啊、哦，好、啊、哦，對對對，我知道你藏在哪，我刚刚不是翻那个。哦，天哦，有人被超级转身，是我，不是我，啊，那谁？是你还是不是你？应该是他，应该就是他，应该就是你了、哦。对啊，对啊，他发他那个有粒子效果。我想说，大家转完一圈都不是我，是谁？是我？那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那是谁？阿基有 bug 啊，我们这边没有人啊，出 bug 了，救救我！哇，这个应该是超级战士哦，超级战士来了。他们是谁？他们是谁？他们是谁？巧克力，应该是小帮手跟巧克力。巧克力雪，感觉小帮手刚走，他进来了，完了，跑进去了，完了，先堵起来，我的矿，啊，完了，没有，因为我刚有石头，没办法那个啊，我干嘛剥皮？他进，嗯，他用那个技能了、啊，他用那个技能，你看我们的核心。啊、对，我的时间不会倒数了。我们核心被害了。对。那你等一下我不能，我不能放哎、欸，我。啊！我掉下去了。啊哦。进来了。所以他放了的时候，我不能放。哦，不能互相放可能是哦，可能是。对，因为我放他说不能使用。那我觉得应该是。哦哇，那这样子，我们的如意算盘没了。对，我们如意算盘是想他放放，对啊，要不然就是你要提早放啦，那提早放。嗯，哇，可恶啊，想的不一样，跟我想的不一样，哈哈，下不来，好像都是我们会下不来，对啊，还需要一秒冷却，为什么我不能放技能？再放你的输出不行，不行啊！嗯，还是其实是九九五一起来一起看，对啊，九九五一起。你再打个九九五，九九五，怎么好像都是我们这一队出事，好好笑，出 bug 啦！为什么被传出来了？他以为你被卡了，他以为你也是那个，他以为你也是卡那个。啊、可以了、欸 okay 哦，可以了，重置就可以了。嘿，乖乖，全员隐形，直到死亡。哇，哭了啊！这个我们应该，他们应该会全部进来哦，感觉会全部进来哦。先去换剑士，我觉得。我有一个想法哦，这个拿过来哦，东西丢地上哦，来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都跑过来了哦。可是也看不到，因为没粒子效果。有人发光而已，没有那个发光就矿工啊，就矿工啊。剑士哦，有来了，中间
确定来了吗？嗯，对，大拉拉的走中间两个。嗯，看他们有没有对核心做坏，还是我已经准备好要用一个东西了。哦，无敌啊！你会无敌吗？对，我无敌，我可以用两次。我们只能这样的。我们只能这样的。你没衣服哎、欸？哦，正常哈。对，我知道，我知道。刚刚。哎哎哎！我骑到马，我打他，受伤了。我举盾骑到马了啦。我们家后附近有人走路声哦，朝地的走路声。前面两个。因为你看到墙壁被挖开，我看到往铁矿走。不见了。我看到后面。好，我也来回回看。木桩。我只要在商店那边 stand by， 不然我觉得他们那个太可怕了。你在商店吧？很坏坏、欸。对啊，我现在在这边 stand by 啊。后面没有了，后面跟木桩那边没有、嗯。哎呦！那就下去了。掉下去了，动。哇！上面。哎。啊。好了。哎，救命、啊！哈基健身了，现行啊，现行。电流翻身。哈基在我们家左边。哎呀！哦，哇！要让他跑了！可恶！我在走。哇！他跑走了，我打不死他。跑走了。打不死他。我们怎么这么惨？好了，我要去附魔了。我不管了，我不要花绿宝石了，我要去附魔。我饿死人。可以可以，先魔先附起来吧。拿一点铁。嗯。铁在家里就有啦。家里头上啦，那个头上要稍微找一下，那个要稍微找一下。好，中间巧克力哦。他去铁，他去红石洞了。红石洞，冲山毁啦！我看你发光，说要去找你了。好啦，没了没了没了。哎、欸，他掉到水里了，我要走。好好，走走走。他掉到水了，我们走了。我刻意引到他到水里。哦，这神射手超缺剑士的。就可能要有人在后面一直买剑士给他吧。嗯，现在在哪里？就头上箱子这个哦好，没干嘛？建造？嗯啊，对，跟你没经验，我没经验啊，我没经验啊，我没经验啊。那、啊、我还是得进，只是我就暴露了。没事啊，也没办法，跟着走啊。可以来了，我走喽。来了，走。别说，嗯、欸，这一局感觉投射物保护超重要的，他们太多过远程了。这个剑士真的很痛。来呢？他们都在我们家玩，都跑进来了，都跑进来了。哎、欸，这是什么鬼啊？这啥？随机人框架爆炸啊！运送任务，哦、来来，团团，团团运送你，赶快跑，跑，中间中间向前跑。我刚刚还在迟疑。要不要家里有人、欸我还不能打架哎、欸，白痴啊！啊，我炸了，我死了，你死了，哦没有啦，核心有人哦，哦他们到中间了是不是？他们到中间了，核心有人，核心有人哦，哦回家，刚好选到你，天啊，对，换你也下不去了，对，哎呀，又进来了，哎呀。有人了，干嘛呢？好多人。对啊，他们一定很多人啊。通通都来了，大家都进来吧！救救我！救救我！没办法，救救我在打架，救救我在打架啦！哎，没办法啦，大家都进来吧！大家都进来吧！没有，我下来了。啊，你耶！暂时被挖完了，耶、yeah ！碎啦！
废啦，怪是你啦，秒下来的啦，漂亮啊，漂亮，赞啦，这一出真是绝了，哇，我好会啊，哇，复活零秒会卡在上面，可刚刚土石喵跟繁星你有我是十秒啊，我是一秒，我是一直卡在一秒，然后就动不了。好像是绿队会卡在上面，好像是绿队而已哟。哟，换吃的。然后还是你讨厌绿的。哎呦！哎呦！哇，那你让小雨都。我捡到39个中毒药、中毒电池哦，所以啊 ，Bobo 的，怎么有人说哈基说计划通，这个还可以计划通哦，白痴哦，直接设定这一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突然结束哎、欸？哦，他直接给我那个啦，血量，血量那个，他给我的优势啊，我们杀人比较少，所以我们有那个。没有核心，核心血量，核心血量，血量的关系。这是计算核心血量。我转职输哎，我也捡到了。哦，你是转他们的转职输哎。我是强效护水，吸收。我是波塞顿之戟。我有一个白虎之靴。我是朱雀头盔。抗击退。我不啊，我就这个超。好了，我等一下就只丢波塞顿这个了。好啊。心怀。不然我真的。也不知道能冲啥，可怜呐，可怜呐，嗯，有一个保护一的鞋子，哇，我全部几乎都投射物保护了，我真的觉得对面太多远程好烦哦、喔。好了，本子害怕，抓抓变什么？暴食者来啊！哎呀，哎呀，来呀、啊！我看一下、喔，欢迎啊！三十秒积了，在保护的时候，三二哦，欢迎命，好来呀、啊！一命换一命的概念，这样子玩吗、啊？来呀、啊！直接一命换一命呢、啊？我直接按右键吗？转职是不是？放副手。副手。这后面有人吗？暴死者。好、啊、来呀、啊！我们两命换两命啊！来呀、啊！一命换两命换两命啊！二换的不亏。但是我们的彼此分差距、欸、来了来了来了，他们不让我们转职哦。哎呦，你干嘛？走开！我说的、啊，我说的、啊。好哇、啊，哇，真的剧毒剑真的是很夸张。哎、欸，我的三叉戟，我的三叉戟嘞？啊，不是有忠诚，为什么没回来？他等一下吧。来了，来了，来了！换兵了，换兵，换兵了！快来吧！啊，他中毒，他剩一点。爆炸？谁是爆炸使者？谁谁谁？不是我。不是我，农民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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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是你，不是宝宝啦，那个啦，音乐，宝宝，哎，我死在了，哎，我离开我，离开我，我死在热气球上，哎，你死在热气球上，你掉下来吗？你掉下来吗？我下来，我下来了。说什么时候吗？我好饿，我要去吃东西。我不知道刚刚几秒，但是怎么办？没关系，你就站在中间吧，你就。找他们。哎、欸、那个食物啦。哎、巧克力，嗨，巧克力。巧克力看来就死了。小雨，我这里有点毒箭。好啊，好啊，跳起你跳起来不会死啊、哦？哇！哎呦，右边 Bobo 是踢那个炸弹魔。我想说他是踢。炸弹魔。哦。他过来到核心旁边炸核心，坏坏、啊。他跑了，他跑了，他没跑到。他没跑到，我炸死巧克力，我炸死巧克力啊！啊，素雅，哎，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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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死，没有没死。哦，隐约被巧克力炸死了，不对啊，是我炸他呢。对啊，这是他写是 Bobo 是被我炸死，对不对？我明明就没有，我只射他一箭而已。啊，我的三叉戟好废，我都射不到人。干嘛盖这个啦？外合成就要堵住，让我们出不去啊！好啦，我们就锁起来，哇哇哇哇哇哇！太强了，好爽啊！起来呀！我们就锁起来，你们就不要来，好不好？然后那个朱雀头盔不是，我怎么又死了？哼！哎，对啊，为什么你又死掉？哎呀，我不能戴头盔吗？啊，我的三叉戟！我不戴，我不戴，我不戴。
那个朱雀头盔是这样。然后我又下不去了。什么事？九九五，九九五，九九五，你是不是讨厌绿灯？我是不是被讨厌的？他不就好险，他不在绿灯，不然他超忙。真的，他忙死哎、欸！对啊，繁星是什么职业啊？刚刚变 boss。原本是除夕，跟大家讲吧，两个都讲。都是旧职业，不是新职业啊。是啊，还是他不能带衣服啊？他说神秘力量拔下来啊，保持度归零后进入 boss 十秒之后直接失去啊。对啊，对啊。不知道哎、欸，吓死我了，想说希望希望。艾希莉啊，不是，他怎么是他系在中间，我还是他一件。哎、欸，他在排除那个啦，我不是在排除，站在中间，我怎么知道？我被锁定了，我被锁定啊！先杀死哦，我们这边是要打杰克，然后他们要打繁星。哦，所以繁星等下你会被针对。他们是有一个超级加速药水还是什么？看球会跑超快。不知道。他是先死。好不好？多人都在中间了、啊，他们有讨伐队呢。对呀，通通都要来了呢。哇塞！哎、欸，我竟然有没烧过的烧过的石头啊！我的三下级没烧到，哪里拿来的？我不知道，我身上莫名其妙就有了。哎哎哎，三下级可以用盾牌挡哦，我一直不行。可以啦，可以挡一下。啊、有没有中毒了吧？比哦比哦，我又没射到。搓一件，熊，好好玩哦，神车机。嗯，还吃啊啊，好痛！你的耐久快没了吧？你这样玩啊？没有，神车机满的哦。哦哟，嗯，蛮耐，蛮耐的哦，蛮耐哦。我是海神的化身呐、啊。海神团团，海神团团，海神团团，海神，感谢海神，海神宝宝，啊哈哈，啊死了，啊被劈了，我也被劈了，为什么？我晕了，为什么？恶心，好恶心，我们任务输了，任务刚刚是什么任务？这是猎杀人吗？猎杀、哦，他们任务不是我，啊，没有啊，可是我们。啊，对我方不会知道，我方不会知道。哦、对啊，我想说你怎么知道？对啊。哦，所以是我是不是？哦。哦。那我刚刚已经挖好木头，准备叠高了。叠高了。哦，还好啦，这晕眩效果没了，快。哎、欸，我拿到白虎之靴。哎呦，好快快靴靴。你要不要青龙啊？你不能换头，可恶。对啊，我朱雀头。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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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哎呀，我们没射到，真的好烂！这三叉戟真的那个抛物线真的不会估，看来你不适合去射标枪呢。哦，又是中的呢，干嘛啦？哇哈哈哈哈！哇！嘻嘻哈东西，哎、欸，好爽哦！朱雀头盔买一送一，又还我，又可以戴一次。哦、很爽哎、欸！我是不能戴头盔啊，他们有专装，你可能不能戴哦。哦，没有测试 bug， 测试 bug， 测试 bug。我刚刚就是死吗？对啊，再戴一次看看。那你戴就试看看，再试看看。反正生命什么都本就不重要了。我等一下再去杀一次，我再帮忙测试。对对对对对，我在找抓 bug， 抓 bug， 我在抓 bug， 抓 bug， 爆死这样子。哇塞！哎、欸，哇，两个人分数啊！哭啊！哎、欸、哎、欸欸，我觉得我们好猛哦！我们怎么玩了一次测这么多 bug 出来？还好我们是绿队，还好我们是绿队。对啊，怎么这么刚好？哎、欸，他们在左边，他们在左边。我们是 bug 搜查队，真的哎、欸！白痴哦、喔！我的书还我书！啦啦啦！强制点名，回去吧！啊二，这是哪里？这里的。这是哪里？什么出去？等一下，走啊，走啊，走啊！这里啊，有了。来来来，土司庙回血多多一点啊，死掉会扣分啊。
五十秒，我在做面包的，不要做面包，吃肉，吃肉，为什么要做面包？夹着肉吃，面包夹着肉吃。中秋节了，死掉的东西也可以换成吃物啊。对啊，他们是不是要来了？好妙！哦哦，我把马杀掉。哎、欸，那个，青石哦，好，对啊，没有，我刚刚是把他马杀掉，我走回来了。啊，好像巧克力强制传回去嘛，会在原地啦。嗯，应该我把他杀，他在骂你。我的马，我的马，你怎么被杀了？哇，我们揣摩的，杀马凶手。你还在外面吗？你还在干他吗？他在树后面，有看到吗？是我的妈妈，他跑了，射他！我又射不准，我真是射不准呢、欸！我的天哪、啊！哎、欸，我要准备测 bug 喽，这次我不戴头盔了。好，你知道实际话了，我还没戴头盔。好，戴上去哦。衣服应该是那个狂技能用完之后自动脱下来。哎、欸，对，没有，真的是那个啦，纯粹 bug 啦，哭啊，对啊，对，那个没办法了，你们暴食者就不要用技能吧，你们现在就是能一换二了，亏啊，超级亏，就是个突袭者，亏到爆，哎，我居然中了，中谁？我没有，我居然射中巧克力了，哎，帮核心抓痒，这什么鬼啊？挖一下，我没有稿子，等一下。哦，我挖了，来不及啦！还不是挖太多下了。啊，我挖一下而已，挖一下。家里有人，他掉下去，他不是汪之家核心吗？对啊，汪之家核心啊。有啊，他们什么先挖吧？对啊，应该是他们先啊，他们。哎、欸，他们有加血吗？有吗？好像有吧。他们原本有到62啊、哦，哎、欸、哎、欸欸，有六十几啊，有啊，有人在上面，因为他们还是有死啊。哦，对啦，有人在上面，对，他們哦对耶，他们的小帮手完成了，哦，哎、欸，嗯，怎样？我的石头变更多了，我有一组要44个石头，哎呀，刷好的吗？刷好的啊，哦，四个。为什么？哦，我们是自，你看。你们生产石头、哦？我觉得我是叫炼金术的、哎呦。你是软石制造机哦。不，我是石头制造机，我是软石。你是石头制造机，不是软石。对。上面有一个，好像 BB 还是谁吧？等下跟观众说哦，很推暴食者哦。超推哦。哦，射不中哎、欸。买一送一哦。没有买一送二。超赚。赚翻。家后面怎么有一匹马、啊？那个是巧克力的、啊，把他打死吧！安安，哎呦，好，我去打，射不到，我们又来了，我来了，啊，我好废，我来了，根本是那个，根本是达克尼斯，我的天哪、啊，我都打不中，啊，我死，好废，我好废，哭啊！哎、欸，那个他们放 TNT 了，他们差不多了啦，差不多了。不行，那我的天机给了解，我可以，我来，我要完结他，是我的。你要抢到一下吗？你要抢到吗？你来乱的，好像有、哦，有哎、欸，哎呦，有哎、欸，啊有啊有啊，你有。要把也是我自己，不要你们。哦，营业真的最宅，都没有出去，我完全没有出去啊。哎、欸，不是，我刚刚土司喵破坏核心，剩下减一，然后被骇客入侵，随便减二。超好笑，负两滴啊，我的核心。突破新纪录了！哎呦哎呦，你有保护核心哎、欸，我看到对、啊、有保护到，有坦到，还好像还可以。哎呦。所以要先放你的保护，要先放，他都可以再放。他们的放完我也可以放，刚刚可能是 bug， 我的技能出不来。哦，那可能要再回报一下。Okay, okay. 我再回报一下。超好笑。啊，我那四下都是我自己的，好爽。
你是不是讨厌绿队啊？没有，怎么全部 bug 都在绿队啊？没有，我跟你讲，红队我这边有，但是我自己这边我是自己打指定，所以我没讲出来的。所以你们那边有 boss 吗？没有 boss， 没有没有。我们那边是孤狼，孤狼，我原本孤狼，然后那个还可以举，还可以拿盾，还可以拿盾。我突然想说奇怪。孤狼，孤狼，我自主技能不拿，到底是孤狼原本那个大招是会补血，然后再加上黄色血条，就他不会补，就只有黄色血，可是就很脆弱。那你拿，你拿，让你好了，那你拿吧。我拿那个小雨射两下，就哇，够了够了够了，赶快撤一下啊！不行，这个烂透了，烂孤狼，换掉换掉。好难过哦 ，Meta 脚。Meta 脚都不 Meta。对啊。那小雨怎么偷学我？那个 啊，没有，我都是你死掉掉过来操作。你说什么东西？处女的 bug 是不是？对啊 ，boss 的 bug 啊，他就死完之后会再倒数一次十秒钟，所以你也是后来再多换职业。对啊，嗯、因为我想说突袭没有用啦、啊，嗯，就换掉啊。有想说 boss 一换一没有，一换二，变成一换二，换自己的二，换自己的二，我的替身攻击也死了，我的替身也死了，升级。一换自己，哎、欸，很可怕，很可怕。不会啊，怎么会可怕？那不会怎样？哎、欸，那个新任务很酷呢、欸，那这个炸弹可超好笑、啊。刚挖核心超白痴。哎呦，我们手下的被你们炸弹客给炸了，炸爆，我都死了。这个东西，就是包括说什么那个神射手会那个，会叠加。叠加什么？没有啊，它是算你，就是你只要有补到一个帮你补子弹，就算一次这样子。那你其他把子弹被补的话，也是会算你那一次啊。那我刚刚是还是我刚刚只是错觉，我刚射超快、欸，我刚射超快，你也只能射六发而已啊。团六发团，然后小雨，然后那个被我看你好像也只有六发，你说没有？因为你够近射的话，你射到他是三发射在他身上。哦。是这样吗？还是好吧？没关系。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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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买太多了，太多了！好，再帮你消一消了。对啊，武功吸不起来。那怎么填？自动填。点书。按完书之后，你直接按右键就会射了。对。一把而已啊。一把哦。啊？所以是你搞错了？乱源。不会哦，那应该是吧。对不起哈基，然后其他的还有什么问题啊？那个暴食者，然后还有你其他靶子，因为你填好了，所以当然本来就可以射一发。嗯哼，你就还有刚一发而已，但没办法很多。那还有什么？重生复活卡上面，对啊对啊对啊，卡在上面。还有骇客，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没办法放保护家里的技能。就第一次你们进攻的时候，对对对，哈基来放的时候，对对对对，好不能放，嗯，哎，就一开始不能放，后来你帮我重置过后才可以。所以，我们刚以为是说谁先放谁就赢，刚以为是这样。哦，谁先放谁就赢。我刚以为不能一起放。对对对对对，我暴食者死掉之后会送我石头，烧过的石头，石头烧过的。你去看绿队家里箱子那个头上的箱子，那是我刚刚获得的石头。他是石头制造机。这里，石头制造机，不是鹅卵石头，是石头，是石头，是哪里？我 TP 有 TP 有 TP 有，哪里？头上，但是我 boss 在死掉之后给的石头，死掉一直掉石头，给啊！一开始是几个，后来就是因为一直有死，然后就变成一组多。它是你死掉喷出来的东西，应该石头会转换的，你身上东西。哦，他没转换，就只有我跟普斯喵有，他们两个后来都是暴食者，他们两个都暴食，两个都暴食者，对啊，好暴食的，好暴食在那个。然后我这边我还有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刚我蹲在家里的时候，归有时候归零那个罪恶值的时候会一直重复刷，一直那个重复归零。你说洗屏归零？对，他一直跳讯息出来，就罪恶值到零之后吧。对，罪恶直到零，不晓得会触发一些什么神秘 bug。神秘 bug 就一直跳，就是说你的从罪恶值少于零了，然后再重置成零，少于零了重置成零，这样。嗯，
哎、欸，这的好，好，我再看看。嗯，我这边就遇到这两个吧。嗯，好，是啊，淘金感觉下一场没什么。淘金就蛮正常的，对，正常。淘金好棒哦，那淘金真的是人多超好用。我找到最常玩那个了，结界师了。这两个搭配应该很，两个搭起来很强。对，有，等一下可以，等一下可以。等下人比较多就可以啊。嗯，等一下可以来特殊地图啊。然后我们就大家要做特殊地图了吗？大家看着淘金在玩矮人矿坑。矮人矿坑。你是不是坏矮人？坏矮人，这个消团，那个有没有？你不可以过来，你这个坏矮人。你一直没给我们金，你是坏矮人。我什么都没有给你们？你不是有拿到绿宝石，你为什么拿不出来？哦，有点僵哎、欸，我觉得有点不太妙哎、欸。哎、欸，这样两边平衡吗？是平衡啊，只是表面不同。哦，地表不一样。就地表的那个水岩浆装饰而已哦，嗯，还有，所以不能捞吗？可以吧？有铁之后，有铁，捞这个会很乱呢。哎，你要知道，又有，反正中间都那么多了，有岩浆就可以去地狱喽。可以去地狱吗？地狱了，哦哦，哎，我们去地狱打架。那他们去地狱，他们去地狱，尽量不要上出地狱门。我们是选绿队。哇，他的挖矿的地方好酷哦！来，你们可以下来看看。好，三加 N。好，有了，有了。首先呢，核心是在家的上面，上面一座塔。对，核心在这里。好，然后哇，死掉复活重生在这里，很好笑。下面了，下面了，这里，对，那是死亡冷却点啊，重生点在这里，村民也都在这，嗯哼，啊，木头很明显在这，然后铁的话就是这个小洞下去，嗯，它怎么？然后黄金跟绿宝石呢，悬浮在空中，悬浮，哦，悬浮，哦，看到了，哦，而且它的边边是有屏障的，对，就是你进不去中间，你就在外围绕着玩，啊，好累哦，我的脚很酸，所以不能进中间，然后上下左右玩，对，不能进中间，哦，啊，如果你想要很多矿的话，那你可以切成那个旁观者往下顿。关键有一个大区域，刚的红石跟青金石没有嘛，都在这个底下。我的天啊！而且这是复合的矿物，有青金石，有红石，哎，组队哦，有黄金，什么都有。这个真的什么都有，太远了吧？哇，组队，好累哦。左右各一个掏，但是你必须要先慢慢的挖下来，左右都有，对面也有。这个好酷哦，好猛哦，真的猛！来试试看啦。关键是红石会很少啦，就很可怜。红石就走下面有，下面有，下面有啦，有啦，有啦，旁边有，旁边有，有，有一个小洞在河旁边。哦，超级小，哦，我都没注意到。哦，有一个超级小一个。哎呦，这里还是有红石，红石，红石，青金石，所以下面那是多余的，多的矿。多余的，就比一般的更多，你想要挖就可以去。啊，如果你好奇钻石的话，你可以飞到那最底下，抬头就可以看到。哇哇，这么下去？啊，还要抬在岩浆下哦，旁边还要更下哦，哇，太下了吧？最上面也有，上面也有啦，上面岩浆耶，河川的中间也有一个，啊，上面也有一个，下，我是觉得下面的一定比较香啦，对，大家可以往下面。我的天！我觉得这个哇，下去上来一次就很久了，是吧？就好好加油啦！那我们先对，我先让观众进来。好，我想下。他那个复合室那边啊，他那边不是有个凹洞吗？两边都凹洞，干脆在那边就开始那个像摩西过红海，有没有切开，然后就搭桥。我是有打算接到对面。哇，这样子的话，就两边都挖很爽哎。直接在下面决战啊！对啊，就直接在下面打架嘞！我的天哪，在下面开地狱门好了。用地狱门包着核心，敢蹲着挖就穿过去，有没有？我在想它下面的岩浆是源头还是流下来的啊？
道哎、欸，不知道会不会都是全部都是满的，看起来像源头哎、欸。对，如果是留下来的话，其实用水的话很好，就挖过去了。就是我们前面直接全部，对啊，要不然就是上面直接全部覆盖掉、嗯，它就没办法留下去了。嗯、我想想，可以试试看啊，对啊，可以试试看。对啊，看不太出来。然后我看到一个东西，就是。你看到太多喽！墙、那、壁、個，你们看我这边一堆介符盒、欸，哎，介符盒墙壁，对啊，我这里，你踢我，你要剧透了，没有啦，想说我是土司喵，对啊，要看一下会不会影响那个哈，这里啊，哪里？哦，等一下，一坨介符盒、欸，哎、哦，里面有东西吗？没有啊，没东西啊，只是说有一堆介符盒，没东西啊，还好，那就还好吧。没给人家带着走啊，东西可以塞在某一个 啊, 啊。那这样我们就把所有重要物资塞这个，然后放副手就不会喷掉了。对啊。哦，哦哦很聪明哦。哦，你好聪明哦。哇、哦，红队没这个东西耶、欸，真的假的？这好啊，红队没这个东西、哦。有啦，红队也有啊，有它是红色的。有啦。介符盒啦，介符盒。哎、欸，我背包。哎、欸，我看他们，我看是哦，二楼白痴哦、喔，二楼，两队都有啦，两队都有，可以当背包、啊，对啊，对啊，就东西全部放你副手啊，那只，对啊，放在介符盒里，然后、哦、对，完全不会遗失，对啊，那个矿工挖完之后，然后赶快拿超金的，一定要那个啦，一定要放，要带着，嗯，团中会想一些这种。大妈心态的东西，什么大妈心态？哇！现在想什么？吓人呐、啊！哇！就是你这是想开同队伤害了我的。我跟你讲，后天你就知道，不用同队伤害，不用同队伤害啊！这后天你就有特殊的东西可以玩。我们只要带一瓶就可以了。我带两瓶酒给你，把你灌爆。哦，你别，你很坏。You so bad。算了。本机耶。本机说他要挑战我们。哎呦，本机，然后加入绿队吗？他在对面。好，可以。啊，然后我那个就是预防说，万一你卡在同一点，那边有个按钮，按下去它就自己会再复活了。好耶！好哇，佛心公司，暂时解决办法。挑战我们只想玩超级小帮手。好耶！这样子会不会有人就从酸？然后他会直接让你再死一次哦，再死一次，对，按下去再让你再死一次，让你死透。啊，那个会不会影响到？应该是不会啊。会啊。好，拜拜。那到后期分数不就是要多扣一次？嗯，刚刚有重置吗？这还没重置。不会，你还没重置啊？啊，好像没按，好像没有哎、欸。那再重看一下，加一下。避免万一。三个队伍要选，队伍选，总选。好多淘金者哦，淘金者现在是 meta 了 ，meta 真是 meta。好，我要选神射手。我呀，我刚刚也没射出来，射一下。淘金者 meta， 然后选别的。现在我玩 meta 是那个孤狼啊，还有暴食者很强、啊。暴食者很强。哎，谁点错了？孤狼看看，有人点错了。不是我，什么叫这么火？哎，右边绿的啦！哎呀喂呀、啊！来看一下后台怎么样哦。我们全部打本机。这个可以了，对不对？对，挑战嘛，挑战本机挑战啊，对啊。本机也。没关系啊，不用看后台啊，我们原谅 BOBO 啦。傻眼猫猫，对不起啊 ，BOBO， 弹伤害了，没关系，我习惯了，对不起啊 ，BOBO， 他写的那个我就点下去了，哦，包包是什么？对啊，最好巧克力这样讲，应该八成就是他了。My heart was go on，OK，OK，、okay. okay. 你们自己再选过来。来，包包 ，Your heart go away， 哎，小雨，你怎么在红队？小雨，你怎么选我掏金了？哎，我怎么变？土司喵也在红队。小雨，你要选本机，不想跟哦？你想挑战我们哦？想挑战我们，对不对？没有，我去个厕所回来就变红队了。哎呦，你那个来啊？哎呦，哎呀，有三口哎！火！刚好一人一个洞，记得职业要重选哦。哦、oh, ，有了，选啦！你在讲什么？
选了，就是洞要重选啊。有。哥不是选好了吗？三个头钉，三个神社，他进球了。我试试看，我测 bug。好。那可以换职业嘛？没他可以。出师再换职业，现在很有。我就把那个灵魂全部都用掉。全部拿成那个。想要灵魂吗？丢到岩浆里。哦。直接烧掉。我直接用黄金抽大奖啊！换职业输出来。那就来咯、欸、好、欸、我想抽奖你不准不要、哦、你是淘金者把你的金都没收上角上角上角国库、欸、同队伤害打开啊哎、欸、没有我们那不用我们直接调绿队同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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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还不上角、啊、打到哦封神，我听起来很帅。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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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哇我我想要让你们看一下我是神射手嘛对不对你们听过有一句话我是神射手哇你真的你自己没有体好爽、啊欸、有人啊有人啊救命啊哪里有人哪里有人人在哪人在哪人啊人在哪有人泥土怪人泥土怪人泥土怪人都自己人自己在别边哎等一下为什么铁那么多我四十三个为什么？丢高，有人丢出来，有人丢出来。我刚刚想挖完有丢，我在挖书柜啊。他这个几率也大爆，突然暴富。暴富性给予，暴富性给予。啊，还有没有？我给我三个铁，我要去挖黄金了。想走？你站着一下子就会有了，哎、站一下，那个小熊猫团团，还要怎么？哦，水桶被没收，有个红红的啦，哦，做铁桶，哦，哦，这做铁桶，这个作者设计的，对不对？好酷哦，这作者设计的，聪明，因为上面有指令方块在闪啊，嗯，哦。我刚刚发现会有这问题，所以临时增加了。对，啊，哎呀，临时请那个作者增加，他马上 pew 啊，迅速，我懂，这效率可以。我是我的地图，别乱烧，快到连我自己都不记得了，哇！快点，淘金者多花一点哦，好，天哪，又有钱，有没有淘金者想往下走的啊？好爽哦！淘金者，快点继续！淘金者，往下的箱子有啦，箱子有四十几个，你干嘛啦？哈哈哈！有没有淘金者要组队下楼的？我我我，红石洞往下，红石洞往下，你要从红石往下。小雨，这个给你，我知道你会需要很多个的。好，没问题。红石在哪？可是红石洞前面那个黄金铁，再往前，对的，铁往前。我已经在给他背包了。太深了吧，这个洞。我想说，鼻子往下引一个水流下去，要不要？因为都是岩浆。我想引一个水流下去啊。你要用水流下去吗？因为这样上来很不好上来啊。对啊。这铁桶不是不能做吗？没有啊，我们旁边有上面的水，我们旁边有水柱啊。直接挖那个洞啊，直接挖那个水流的位置。对啊。但也很难哦。我已经挖到了。好，那就好。要跳下去而已。那就好。这个不行。啊？我要从上面。你要引水过去哦！哎呦呀，赶快引水过去！哎，有神射手，有神射手！哇塞，没关系，我也是神射手，神回去了，神回去了！哎，你有这么痛吗？我木头，我刚好挖几个。好啊，我帮你补那个啊，你给我个青金石，青金石，对，地上的。哦，饮水灌溉，走一条路啦。下面好像很开，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直接挖到钻石了。小帮手，你帮我叠平台，谢谢。哈基能不能帮我做个？小帮手你好棒棒哦！你就这样，再过去就帮到他们了。哦，好，那我挖掉提高。哎，谢谢，感谢。你在游泳吧？对啊，我已经在游泳了，是怎么回事？
你只是在玩水而已，想玩什么饮水灌溉，并没有饮水什么 BOBO 又怎么样？等一下，包包你干嘛？你干嘛？哎，我明明就没怎样。他你们今天在强调那个哦 BOBO， 对啊，他有些读不到了吗？包包，我的天哪！喝水好不好？零醉零醉，哎，白丝完蛋了！我拿石狗真的要挖黄金。You could drink，我的天哪！开启同队伤害了啦！赖猫咪呀！有了有了，我已经排除那里的水患了。哎呦，你在上面不晓得干嘛？射他！哎，他们家很棒哎，因为这样射过去就是岩浆剑。哎，对呢。哎呦哎呦，岩浆剑！哎，他不是全部感染的。对，他这。Fire！所以我还是要帮忙啊，因为范围不够大。嗯，喂，啊啊，我没射中。那你放后面这一区啊，这一区东西就好。哎，我这边放，我就放偏这一侧吧。哎，哎呦喂，这一颗绿宝石，这一颗封神好好玩哦，这好玩。那这侧有两个啊，你看前面还有一个。哦，好。啊，我没射到。哎，我来了，我来了。我幸运。他这个封神还有办法再附别的上去吗？分裂剑矢吗？分裂剑，快速填充而已啊，快速上弦吧。我应该是有设定，它不能才对。应该是不能合。去死啊！那他既可以，所以现在也没办法说什么把它磨掉，然后再重复，这样也不行啊，对不对？我觉得我们直接测试。好，因为上一场我就有这个疑问了，但是没有机会试啊。不是我分裂加贯穿，我信啊，他信，不行，分裂加贯穿你要打人是不行，你要打人是分裂贯穿，太强了啦。去这边，我走，我去这边。那个，我来找一下那个怎么做。我来试试看，他有些岩浆好像射不过去。哦，那个，那里面有沙轮在我这边，团，哦，好，沙轮在我这边。哎，他们人下来了，他们人下来了。他原本就有沙轮的，原本就沙轮。啊，我们打到岩浆里了，我在岩浆里游泳，我靠！啊啊！其实你们可以多买一点那个职业道具，然后两个合在一起。哦，对了，直接道具两个合在一起，道具合在一起好了。在我们家外面那个，他就变。全我来了，只是有标签的，不知道有没有标签，忘记了。没有，在下面等我，在下面。哇，有了要不要下来一点、啊？你说全部的人都到地底啊？你赶快就超近了就过去啊！你赶快过来啊！因为你们偷金子啊，我们这样过去，我们也会帮忙。啊、好，那箱子剩一组铁，需要的在哪？没事啊，哪个洞？这边好多铁哦，这边好多绿宝石、哦。那个红石有洞可以下。我们的附魔台刚刚有人挖走了吗？在我这边，在我这边，在我这边。好，可以借我一下吗？没事，我路在你那哦。等一下。哦，好。我们等一下还要等一下，等很久了。我等好等，东等西等哦，有病！等我一下，一个人等你一分钟，十个人就是十分钟了。现在二十个人就是二十分钟，没有错。刚刚我问一个很准的问题，六十秒是多久啊？六十秒，一分钟啦，一分六十秒，一分钟，六十秒，一分钟过去就是六十秒过了。哦。我当下正在问一个很蠢蛋的问题，大道理，天哪！天，其实你也不懂那个当下啦。你不要这样攻击我，没事的，没有最开心的。对啊，就像100度的热开水，科学研究是不能直接喝的，因为会烫伤。没有可以喝啊，但是可以口啊，对啊，好，可以喝饮料。没有，我讲过啦，你可能曾经喝过，但你忘记，因为太烫。失忆。对啊，你失忆了而已，没事啊，没事啊。感觉这边要两个结界师，哎，刚好的。没有，他有些不读，他有些不会读到，很奇怪。嗯，要放个火把。小帮手在杀人了。杰克在对面，在我们家的那个中央矿坑吗？在我们家的清晶石矿而已。哦、oh. 我在我们家外面的黄金矿。来，这个大的给你了，我去对面玩了。呵，去对面玩了。我只挖红石。拉梅塔，
小雨，这个有一个绿宝，这个关键哦。好，我知道啊，它里面还有一颗绿宝。哎、欸，我一组金的，在最暗的角角里面有一颗。需要点亮。中间上面好像有煤炭，有挖了，有挖了，来一下下去。可以来帮忙点亮。那、啊、你们面对岩浆的右边一条小路，我们通到对面来。嗯，可以呀。迪迦，迪迦。那个啊，我们家里有铁针吗？还没，还没，还没。好、啊，这要怎么？我觉得可以在下面附魔哎、欸。刚刚我住下，我们要到附魔台啊！附魔台在给你，你怎么都有啊？我们刚去杀对面啊！夸张哦，什么都有，什么都有。我们除了没有核心之外，什么都有。你可以拿着丝绸去拔拔看啊，拿着丝绸之去挖挖看。那个我测试完了，嗯啊，那个职业道具拿去沙轮魔之后，然后你附魔可以叠，哦，那很强呢，那很快速哦，还可以用是不是？可以用，哦，哎呦，对，就哈哈，自己在斟酌看这个要不要开放啦。我没意外，我记得你如果用技能的话，那把会被替换掉。哥，嗯，哦，好，哎，那我来试看看，你可以修修看，试试看。我来试看看，我去找人。你去找人，主要是这个绿宝石啊，小雨都来不及挖。嗯、对啊，我因为我只挖得到一颗。那、啊、这边还有一颗啊。我知道外面还有一颗啊，就绕出来会。你会有书吗？我在你身上。那、嗯、你到底在干嘛？你给我下来。是哦。啊，我们上面有好康的，我们先挖一下。下面的好康更多啊！都挖掉一只铁镐了，人都来不及，人手不足了。好，小雨，我先把这个石头整挖掉了。我带着两组的黄金下去找你们，你留在上面啦。没有，他要拿那个啊，书不可。他说黄金啊，不可。我两组黄金啊，这边也可以挖黄金。对啊，不然他还有书啊，这样我们买一点食物下来啊。哪里可以下去啊？哦，对啊，那我买食物下去给你们好了。青金石的那个矿洞。有哈记，我试完了，用石油被替换掉吗？有，这边也是你要斟酌啦，这边也要斟酌了。你只有就是付完的那一把有第一下有用而已，后面会被替换掉。或者是你永远不要开技能，对，永远不要开技能。哦，神射手然后不开技能，好帅。对。他快速上前，如果有附到就也很就不用开，其实也是蛮强的啦，不是很强。嗯。那上面那个红石还要理他吗？不用啊，这里好忙哦。没有吃的，你只有一个人在那里。对啊，吃的在弟弟，吃的在弟弟。哦，在弟弟吗？好，我去弟弟的。好，嗯。耶，超级刀工耶这边。我在那边跑来跑去，然后还要被你们念，好难过。然后跑来跑去，你都在换啊！我们缺人，我们在下面挖来挖去，嗯，挖宝哎、欸！那我都挖了快吐了，挖到挖要两组黄金了，我挖到已经是五六十等了，五六十哦，那是有点多，没有石头，没那么多是不是啊？谎爆了，谎爆了！你没有石头吗？我一堆，你要吗？这不是我要，没有，我要跟你们拿，我就给你们拿比较快。哦，我要开技能了。接下来拿，我抽。其实第二阶段了耶，对吧？可是我觉得这游戏很好玩，这游戏现在很好玩。对啊，没办法离开这个游戏。对啊，我要帮你们改善这个交通通道了。啊。哎呦喂，这手好像有点痛，有点强。对，我就连续。他是不是应该要？连射五下要削弱啊，就是射出去的箭，好像散弹枪操控的。对面被抢走了，对面被抢回去了。好，好，好，那走啊，我们去打架。这里，往右边走啊，对，这走啊，走，敢打我们陨月傻眼野猫猫？傻眼野猫猫是什么？你那些攻杀回傻眼，哎，这什么呢？瓜啦！哎呦，土司喵也是神射手，走啊，射爆他们！我是游侠啦。哦，哎，他不见怎么没打游侠？哦，连他的职业了，是这个吗？哦，是繁星。他走了，他怕了，那我们再过来挖，
还用打的神射手还这样打的，你过来吧，你过来吧，你还是有利用价值，先过来。哦，好，我先跪坐，我先。你在爽什么？我先去放个发光，我先去放个发光。哦，怪怪的，还怪怪的。小雨，对，嗨，你没挖？哎、欸，哦，你在铺楼梯哦。我不会，我挖没效益啊。哇，放射，放射。这样你们效率比较快。你这个搞那个，哎呦，好爽哦！小雨，耳机有吗？你顾着这边吧，砸爆他！好，因为他其实你挖三个就重置好了。我还有心结，对，就知道你们有心结。没有，我在保护人，保护小帮手。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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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丢死稿给我？哎，为什么吸血没消失？哎。石稿吗？喂，石稿，然后可以消炎的，淘金的石稿，竹头的石，没被清掉。哎，哎，射一箭马上跑，我团团了，我是谁啊？我来放发光，中路支援，不用了。哦，杰克，你冒绿烟呢，好想砍哦。没有人开幸运，好不好？主持人，你不是游侠吗？你可以破盾啊，来啊。最天眼冰买喽，买哦，买哦，买买买买！我起码起码起码的。你除了买天眼冰还会做什么？哇，你给我看一下，哇，好香，很香，还会做坏事，好不好？哇，真的厉害，真的厉害！要不要加入新职业啊？有，我们刚有讲过，会。你说 boomer 吧，是 boomer， 是 leader 吧？哦，火焰的哎，哎呦，射，太夸张了吧！瞬间秒杀，你射死两个人，你好扯哦，好爽哦。所以他是全部都有吃到吗？就应该我来帮你刀啊！没有没有没有，就一把吃到。可是你其他把就当弩啊？哦，没有，我是说捡到我那个石稿吗？我在问结界石，没有会消失。什么东西都有吃到，就是这样。这个绿宝石它是有吃到的吗？还是没有？没有啊，它就是有些，它就有几颗没吃到啊，不知道为什么。那照理说这个范围都包得到。高速公路盖好了，好了，你们可以下去了。打一堆铁桩，放我放这边吗？我书柜放哪里？做好了，就直接你就放啊，堆起来。就直接摆出来吗？我们这边人那么多，怕什么？好，那我直接，我就直接书柜摆出来。我已经直接射了。哇哦！我太容易射了，这样不太好。好像一点一五改掉了。哦，哎，哎呦，火焰的，我把它射出去了，直接掉下去了。我放这边了，上面有一个，上面有一个。哎，绿宝石，绿宝石，我在等那颗。他那里有屏障，哇，直接效率高。你在干嘛？啊？你啊？开书啊？哦，我要开书。我收到，我收到。哦，你在那边玩哦？嗨，你在那边玩？哎，他们的也来射了。好，这边给波波，这边给波波。你们接下来你们挖完之后，叫把我叫下来，又把我又不想射。是啊，现在我没工作，你知道吗？你在抢我工作。对啊，然后我就说你挖又没有嘛，你挖就你挖左边青金石那边，青金石那边。哦，你怎么去哪都在哇哇他们那么多，我马上会输哦。真的假的？对，地下有很多人要拿盾的。来了来了，我们看可不可以找到他们往地底的道路。他们是好像笔直下来的啊，可以坐楼梯哦。他们有几个人爬上来了？坐楼梯。你就手配手。真是欢乐放纵，烂了吧！截肢，伸手，灌他们往铁的地方。我是啊，不对，不是你的花朵，你的花朵，不一样。啦啦啦啦啦，五百老师，啦啦啦啦，吹嘴，哎，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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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来了，我的剑也准备好了，来。来，小心岩浆，小心岩浆，小心岩浆。好，击退了，没事，击通通。还用砍？还用砍的啦！直接砍。干嘛？你不要打我！前面我在挖，五百老师，我在挖。
白老师，五白老师。剑士一下子就没了、啊，哇！你打进去了、欸，哇！直接把吉特啊，吉特把它拿去烧，哇！好猛哦！绿宝石挖一下绿宝石，这里其实有高速公路啦。有没有红石？有没有红石？我需要红石。有，我很多。我有红石，我有红石，我有红石。啊！他就我想问一下，那斗德星是有效的吗？还是无效的？无效。好。红石，他不会笑。给你，给你，给你，给你。他不会笑。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挺幽默的、哦，很棒哦！才三十九个波波，雷爆了！还我，还我，还我！我不要，我不要！哦，这里哦，这里哦，红石红石全砍了刀！哎哎，一个留一组啊！一个给你，一个我的给你，一个给你，还有一点点，一个给你，一组，有人在偷红石啊！我刚丢了三组，快四组了。红找他讨债，找他讨债。我打开的瞬间，一组都没了。剪刀快哦！那个剑使用超快啊！超快的。第三阶段，算是只要抢了。操作后卫，主持人，中间，我中间走，我再跳。我在死，你死到一半，你怎么在死？我在死。你复活，你复活了。哎，走走走，我刚刚不要掉了。面子，我在死。他们在中间，他们在中间了。我在死，我在死，我在死。就是你在复活，不是你在死。我在死，我还在死啦。我还在死啊。笑死！我想说还在死啊，还在死，还在死，语法不对哦，在准备被打死，准备被打死是不是？哎呦喂，杰克又开始要铲钻石，下面很香的钻石，我要在地表开始抢了。好，我们有没有牛排可以吃啊？箱子里有，底下吗？好，我在底下。这挖矿真是很烂哎。破他们！挖好这也太累了。我破！啊！到底在干嘛？这群人！哎！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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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劲死！烧死你们！哦！哎，我们下面好欢乐哦！下面好欢乐，我是不知道啦。烧死你！我也不清楚，我觉得蛮开心的。然后我们这边。可是你让你的队友不开心。嗯，欧拉！他气坏掉。好傻！我拉！我拉！好强哦！对啊，地上那啊，烧到掉到岩浆里了。你怎么掉到岩浆里了？他还一直把我打进去，我要烧死了。好了我去摸了，再去摸了，摸了，杰克哦，我间谍，我多挖几下，我直接挖到，挖回一百，直接挖到99，直接挖回来。繁星，你是要做铁巨人呢？怎么了？你要做铁巨人？可能会有一些打怪任务啊，可以拿来用啊。玩错了，不是啊，或者中间突袭任务之类的啊，没错吧？我要红池，好来。那个樊小雨，你要叫谁？樊二少，叫谁？到底要叫谁？来偷我们的黄金！我们家要挖回99了，完了，没事，杰克，我是说你在下面，对吧？我在下面，有点难啊。请问没人在楼上吗？杰克，没人在楼上。来，他死，有了。他在呼救。我们被识破了。被识破，我们家没人了。刚没人守。我
对啊，我们家没人，而且直接裸露在外面的，直接裸露在外面，因为他在下面呢，下面产钱、啊。等一下核心这边可以再帮我铺个阶梯吗？哦，好啊，左边，好啊。欸、可以做大量铁针了、欸、可以啊，因为那个啊，不是说没有沙子，用铁针围着那个核心往上叠。好，你怎么了？你他好像抓断了吗？是吗？他断线了，断线，他断线了，可能他连线要一些小程。他有发光吗？轮流断，我可以上去发了，我在等这个 CD 哈。可以，要发也可以那个。嗯，啊、哦，我可以上去发啦。你说哆来咪发，矿物生成，矿物生成，无限矿物，真的假的？我要上去了，走，等一下，太快了，他转的太快了，随机，他是随机的，随机的，快点，淘金者挖，淘金者在往上走了，淘金者在，快来，我要开技能，来了，啊，短王我回来了，小王回来了。哎呦！我随机的好猛哦！四秒，淘金者开技能，开起来！我开了！我有效率感，我狂挖！有超强！这哇哦！这个全部都钻，哇，钻石！还有钻呢、欸，好猛哦！我们身上开始有了，有点夸太长，哇，这有点猛、啊，这时间好像有点长哦，时间太长，有点长，时间太长。大钻特钻，哎、欸，繁星别走远！我没有，我在帮人挡箭。哎呀呀呀呀呀！刚技能刚开走、啊，结束了！哇！我挖了14颗钻石，好爽！好啊！5颗，自己做战争，奖励自己。我们下去做战争了！哇！哦，干嘛？小雨，你知道你刚刚真的很扯哎、欸！你知道我刚刚在上面打拼这么久才14颗，然后你上来一次你就14颗。哦、我又可以回来农了，真开心！超爽的！捡到100块！哎呦，天眼冰，这样就不怕偷袭了。你可以下来拿绿宝石，我有两组绿宝石。你不要讲，他拿去赌。绿宝石、啊欸，我会看谁来拿，可以换成黄金啊。对呀、啊！我的天哪！他是转头穿到岩浆，他进旁边偷藏钻石。这把剑真的有点强、哦，我可以去打架了。哇！错喽！人来了！他死了，死了！嘿，转头是嘿，烤鸭，嘿嘿，丝绸之哎、欸，你们去对面的可以挖一个南瓜灯回来吗？南瓜灯，这铁巨人嘛，奇怪耶、欸！走，中路突破，这是我的委托，好吗？好，请接受委托，委托任务。我都在里面呢、欸，好多。有，我在挖。看到了。有南瓜灯，很多，看到了。哎、欸，有人屠戮！哇，底下两个。我来抓剑！我锋利三！好，没事，小雨保护你。没事，有我也有副。哦，前面繁星小心！啊，我们矿工怎么这么强？一飞冲天，准备沼泽庇护。快，避！我们家是水的房子。有！哎呦，繁星！繁星的东西还在，没事。好，他们在。他们带很多金，你可以来，我来了。对，他带超多金，好爽哦！哦，保护是尖刺哦，是谁的衣服啊？我刚付的衣服，可以拿去穿。好爽，好爽！我换了一件钻石衣服了。那我要，那我拿，你拿着南瓜灯。我是保护三尖刺，南瓜灯。那我拔河上去，尖刺三啊，等级不够28等。旁边小雨，嗨，我已经真的够了。看这个有什么？这个吗？你用我们冲，看一下。奢侈品，幸运没有用啊？好吧，跟乐透。哎，封神来啦！我要去打架了，再见。回收去吧，回收。空钩转职啊，当刺客了。哎，那你等下上面的钻石记得留意一下哦。
好。哇，我应该做个金稿的。那换你可以在下面的，你可以下来领啊。嗯，我在他们家楼上慢慢的合成。好。哎、欸，繁星，我来带那个给你了。哎、欸，带什么？他们好像都没有人注意。哦、我招兵买马了。你讲出来了。啊哈哈啊！到了、啊，不会啊，他们还是不会有注意。换、欸、他们，换他们，没有人在注意了。耶，他们上去了，有上去了，兄弟。我需要神圣王。骇客吗？好像没人骇客你。对啊，你要骇客。我是在上面，所以其实还蛮安全的。他们都来来来来来来来，哎，我帮你加血，帮你加血。啊！你是可以继续挖，你继续挖，继续挖，可以继续挖。等等等，我先。铁巨人会不会挡一下？挡一下。铁巨人会不会自己跑去那个、啊？有 DC， 有一个 DC 的。DC 可以接一个吗？抢着先接。哎、欸，那个、哦，家里有人过去了，家里有人过去了。好，家里你们小心。我再看，我再看。死了，死了，死了。他在下面烧哎、欸。小鸡在烧。死了。啊，因为岩浆的关系。他跑到岩浆里面去了。我拿石头在打他。哈哈哈哈哈！我怎么要射死？哎，你怎么狂杀人啊？我转职成掏心者了。真假的？哎，欢迎加入掏心者的行列。欢迎加入掏心者。欢迎。啊，掉下来了，可恶！哎，那你就可以自己挖绿宝石去抽奖。哈哈哈哈哈！挖黄金啊，挖黄金，挖黄金，挖黄金去抽。挖爆你们香香。我这拿效率稿应该很爽，可惜可惜。泥土人刚杀我，凶啊！泥土人，有他们现在开始会守上面了。我现在送资源啦，本机啦，本机啦，本机又在疯发啦。啊，再转一次好了，再转一次。你不想要这么讨厌掏金者吗？啊都必须要挖掉啊！没打哎，突袭者，突袭者哇！没打脚，没打脚，可以啊，可以啊，有五颗钻石了，上面有一些、欸、发光喽。哎、欸，这个洞是直达深渊的洞了，直达深渊的洞，阿比斯是不是？哦，那个缺红石的记得再来拿。我要回去补剑石了，投射物保护了。什么？我觉得我还是上去估钻石好了。我在挖，我有挖。你现在是不信任我喽？我觉得是那个钻石 CD 有点久啦，15秒就一颗，你看你一分钟挖完几颗，破坏喽。我有。有哎、欸，我吃到一颗啊！我挖了就掉下来，没关系，掉下来。发光没了，发光没了。好，巨人。我可以铁巨人，我们可以打我们自己的铁巨人吗？不行，不同资。可以。哦，可以吗？啊、可以吗？哦，家里面打一下，打就对了，管他的，先打再说。哎，你不用怕，队友帮你。所以发光了，继续玩，继续玩。哦，好，抢王者。我拿金镐在打本机。啊这附魔台在哪里啊？你都上去了，在地底，在地底，在地底。没没，我挖到没了，挖到没了。哎、欸，有、啊，我们家有人哦。最右边，他从岩浆边边走过来。哎呦，他在岩浆边边铺了一条路。嗯，所以刚刚打你们自己打铁巨人可以哦。没有，我们是打任务、啊，打中间的吧。月红死红死。我们总可以忍心打中间的呢。哦，被拿完了。可是我们的铁巨人不见了、啊。没有、啊，在这里，这是哦，你的键盘强，还是任务的？是吗？不是吧？是吗？是吧？不是啊，应该是这只是我们的啦，这只我们的盖的。可以走出去。哎、欸，我超多装备的，救命啊！哎，你下装备都不好吗？小有没有？啊，我被射到一箭。没事，来，风神，没有啊，那个风神，怪怪的，哎呦，那个快速上旋二哦。哎呦！哎，我有一个白虎之靴，你就穿着吧。赌博，对面的，对面掉的。哦，对面掉的。哇，你好开心哦，我喜欢。真的啦，
我们家通往楼下在哪里啊？哪一个？你知道往哪里？红石洞，红石洞，红石洞。啊、嗯。你是说红色石头吗？石洞。红色石洞。石洞红色石洞。Redstone。对对。A 红色。错你的笑点了吗？对，你是不是我的许孝顺？我不要那个许孝顺，我不要当许孝顺。直接讲出来好吗？你讲出来了。没有，我不想当 Bobo 的许孝顺。哦，对，哦，赎罪时间。回家。需要赎罪的可以回家。每一秒可以赎一个，哇，好像很赚哦。那我们就进攻吧。进攻，那我们就进攻吧。他们核心都有人守哎、欸，那就回到那要进攻啦！我有十四颗钻石了，我有十四颗，我还有一颗。这个还在挖、啊，打他了，疼他了。僵局就变成是要一波推倒，啊、不是一波、啊、一波推倒、啊，一波进攻，推倒你要推倒谁？推倒啊！我不要讲话了，変態，変態，変態，谁谁被追？开不出去哦，难吃好快啊！死了，哎、欸，开心娃娃，有有有，你挖你挖，还有你挖挖，你挖挖，你挖挖，我上去，你挖挖，你挖挖，你自己挖挖，不要不要，哎，这样你走了、哦，没有，有人把我打下去了，他是坏人。就是他，揍他！两颗眼睛，一个嘴巴，他是吉娃娃，妖精哦，恐怖死！快揍他们！有啊，我在虚弱了，哎呦！OK OK OK， 继续挖挖，好，继续挖、哦，我们在上面帮你守。好，那我也要挖。感觉是要大补包了，要大补包，要补包，大补包，大补包，我们大家都在小面。你有购买实况专用礼包哎、欸！哦，我挖到稿又爆了啦！死稿，我们血量是不是又多了128？原来是两边都加，这两边都加。我整，我这是你们那个吗？效率50稿，哎、欸，好好挖哦。他不会不见是不是？我也是，速度很快，速度很快。哎、欸，怎么一堆人呢、啊？哎、欸，你们不是淘金走的，我会拿那个。哦，真的是好，我也是拿效率50个在挖。那个新职业互相有共通可以的。他好强哦，他比那个效率金稿还要好用。好夸张，他超可以。之后就是大家都去换一只这样子，之后没有这东西了，叫淘金者换，淘金者换。哎呀，之后没有这东西了，会修掉，会修掉。我们家，我们家，我们家，我们家。哎，那泥土人只打我了，我靠！有，再走。还在挖，我们188是什么鬼啊？哎，哈姆也有，我们也被挖了，我们也被挖了，有了再走吗？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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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死了，死了。啊，我也想去玩，想吃点零。我回来了，花钱哦。啊，补充物资再过去，把你们那个钻石用一用啦。补充物资，钱呢？看一下，够了。小绿五十稿，我还有耐久哎。那小绿五十稿还耐久超高的，耐久真的很高，这还不错哟。我还有一半呢，我要再上去挖一下。走！我要，我要，我要！啊，我跟等一下，就团，没有等，没有等，不等了，不等了，不等了，走了，走了。我先加个这样子好不好？先加，大礼包先除，大礼包先除。赌博就像吃饭，我被打下来了。哇！哇！赌徒！哇！他们有坏坏。啊！哦，哎，是你吗？不是你。没坏坏，那个泥土。很尽责，泥土人，泥土人，泥土人，非常尽责。亮晶晶。喂，哦，对了，嗨，现在讲会不会太慢了？赵吉令有新增一个背水一战，背水一战，背水一战是要在血量比较低的那个阵营才能出发。嗯，哦，哇，那我们差不多可以出发了吗？
是他们可以出发，他们可以出发。哦，是他们是不是？我觉得我们蛮弱势的。对。那不然我们挖一下，罪恶至极。那我们来挖一下好了，那我们挖一下我们的好了。哎、欸，他们都打啊打，来打我。哎呦，我把木把自己埋起来了。哇塞！原来埋住自己 ，OK。高招高招。嗯，安全帽。石稿快坏了，怎么办？哇塞！你说没有石稿吗？我有，有人来补给喽。我怎么越挖、啊、我们的血越来越多了？其实我挖的是我们家血量增加嘛。真的。哎、欸，商人，商人，我去上边看。鱼有捡到吗？我刚刚丢了三把。啊，没捡到。谁说你可以？谁说你可以买？这个应该没了。太更多，太更多，太更多。没了，我没了。太更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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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更多。坏坏的，坏坏的。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哎，效率轻盈燃烧。哎，我们家好像有被挖啊。有吧？我们家有啊，有被挖。没关系啊，我们有四百多。没关系啊，四百多。呀，哇，那个字抄袭啊！啊，什么的，奖励。洗屏洗爆。哎，杰克，我抢一把。哎，两倍了，两倍了。我一把。两倍，两倍，两倍。对，两倍，两倍，两倍。我有，我有，我有。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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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你把六是怎样？哎呀，哎呦喂呀，这场都挖不了多少，就164次而已。你也有34次哎。我后面这石稿断了，没有得再快了。好扯！我刚有先用我自己的金稿，你知道吗？我的效率是撞稿，我是撞稿，我是撞稿，164次。哇，好。这个稿子真是好用啊！太扯了，稿子会修掉，会修掉。我正想说以后都要买这个稿子啊！哎，你不要，你只能找代购。对啊，要找代购的。代购。哎呀，代购一块钱就可以了。神社回家退款更不用钱。嗯，对，一块钱还会回来。哎呀，笑死！我那个弩也是超好用，啾啾啾啾啾，应该之后会nerf一下，nerf一下。嗯，上一个版本的 meta 都很难过了，在角落里哭了。这个版本 meta 太多了。对，新版本 meta 可以。上个版本的 meta 直接进入火堆里。火堆里烧掉，烧掉，直接火化，烧掉，直接火化。你看那个，连作者都直接更换职业走了，作者都不想当了，直接换走。哎，酷，对，更加的平衡。钻石真的超多的了，嗯，稳定有两颗，两颗钻，两颗钻，再修，再修，再修啊！13、11钻，乘以8颗钻，8颗。对呀，那中间那个啊，那个任务也是，就刚刚中间挖的那个，对，很少的，14颗，对啊，我跟14颗，代表有一些是杰克挖出来的，杰克挖出来的，来互相帮忙，15颗挖的，25颗，休息了，休息啦，拜拜。好啦，今晚提早下班啦。也还好，快10点了。好啦，感谢今晚收看咯。提醒你，今天我身上是天秤座。好，我去，我去，我去。那、啊、你开导了吗？好，等一下马上去。等一下哦。哎咻。好啦，那感谢各位收看啦、啊！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啦，拜拜！还是结界四好玩，发呆就好了，不用打架。在哪？八八八八八，然后今天都没有播到广告、大家晚安喽，八八八八八八。明天是阿米狗哦，明天是那个玩那个狼人杀的阿米狗，干嘛要拍照是不是？
开完了没？好了，好，关台了。